还有4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1000的办卡抽奖，谢谢秘诀刺，感谢你胃部寂寞。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确实可能得找个人双排了，不找个人双排很难呢。他也没见着厉害的人呢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也不是，还是运气问题。运气不好，咋的都晚。运气差，啊。碰的人都奇形怪状，你赢也赢不了。两个厉害的中路，假如说是也不会玩也难。还有3分钟啊，最后3分钟开奖了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谢谢 DM070，这1000完事再给大家来个，再来个小抽奖啊！谢谢15503，我就不谢了。我先打打游戏。挺能跑啊，二级学 E，他二级学 W 能打我不好不少血。别着急，傻眼了。那鱼也不留我呀，留我我就死了。谢谢1453。这咋这么难绕呢？太勉强了吧？是不是有点勉强啊？谢谢大艺术家，谢谢蓝莲汉，真的帅。为啥每次过来都0-1呀？因为你在呀。那你每次过来我都0-1，我1-0的时候你从来不来，那你赖谁呀？说这种屁话能不能想一想，我的兄弟，嗯？你说谁的问题呀？那鱼一回 W 也不用了。来吧，再给大家来个3000的，来一个3000的办卡抽奖。不行啊，
这波不一定能打得过呀，他875，我一个小皮还攻击力差的有点多，先不打了。谢谢不易情，是亲叔叔啊，亲叔叔送的多呀，那你送一个的概率肯定没有送十个的概率高啊，你中彩票不也是吗？当然不排除你运气比较好。我走一会儿又约塔了，谢谢苏州外城你的微笑。有大喇叭的来个大喇叭啊，谢谢金皮大司马，现在我看不见集结令，兄弟们，反正直播间有个3000的办卡抽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手机看不见啊。需要加强一波 ,R 的伤害有点低。我 R 伤害低不低也没打也看我。人家血少了呢也没有人帮我越塔，我血少了呢就老被人越塔，我都习惯了。打野抓你硬绕你有眼儿不得，我从下面直接绕你，就硬帮。回家了，谢谢亲叔叔的集结令，咱也没招，就只能这么地忍着吧。还是个蓝开，中路刺客打刺客，谢谢王俊凯，没你帅，都你下 ，EA， 直接打能打，减速。啊哟！走吧，没事，鳄鱼追不上。谢谢胸一甩奶全飞的办卡啊！还有4分钟开奖啊，4分钟，3000的
办卡抽奖，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感谢抽奖机器，还有三分钟啊，还有最后三分钟了，来一个集结令就可以参与我们3000的抽奖了。谢谢浅墨老哥369，我看我还差多少张啊？还差的有点多呀，差3000多张啊。还有两分钟了啊，最后两分钟，今天得靠大家送送办卡了。并且我们是双倍钻石卡，想参与就参与一下。再推了，再推了。传送上线，这鳄鱼是真猥琐。跑就硬跑，这人也太多了，全是人呢。谢谢猴哥，你看我长吗？还有20秒了啊！谢谢浅墨老哥，最后20秒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谢谢猴哥，你看我长吗？这个抽完，我们还差3500个，可以再来一个。
咱们再来个五千的，啊！斩老孙一个！怎么就黑幕呢？亲叔叔送的最多的，亲叔叔送了多少个？上一波，谢谢瘦。三百个，拿把兵清了，给我小淘气了。车你也不补啊？鳄鱼见着我就跑，没有队友，他是永远也不可能跟我打的。谢谢蓝莲汉和洞主，谁厉害？你说你装备领先我多少？没队友，不会玩游戏是吧，兄弟？是不是没有队友，咱就不会玩的游戏？哟，破闪！小喇叭来一发，来个喇叭，来个大喇叭。来个大喇叭，谢谢蓝莲汉和洞主，谁厉害和6.678，有个5000的办卡抽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我有分区喇叭，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希望他们能来攻破冀州。可以。我们抓齐亚娜大龙容易丢啊。算了，我不去了，去了他们也不打大龙，没关系。
去中路干他们一波。 来，二打三试一试啊！这兰博伤害是真恐怖啊，大钻头，装备太好了，两件装备。谢谢1051的军锅。 还有两分钟开奖，直播间有个5000的抽奖，最后两分钟。 谢谢雪若曦，感谢DY 大马猴带我飞。兄弟们，5000的办卡抽奖，连1000张都回不来吗？啊，连1000张都回不来吗？我们直播间就这实力吗？